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剑网三日志播报。两个月不见，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我呢？继上次强势曝光之后，本宝宝人气直线上升，微博粉丝数早已突破百万大关。Excuse me， 刚刚发生了什么啊？对了，让我们先来看看本次4月28日全新版本《壮志凌云》都更新了哪些主要内容。剑网三轻功 2.0 时代全面开启，各门派侠士在运用大轻功时将可自由穿梭，全地形、全天候之霸。同时，天策、万花、纯阳、少林、七秀、五毒、藏剑、唐门八大门派轻功全面升级。在保留原有大轻功的基础上，只需在轻功飞起后点击 Shift 的键，就可以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敦煌飞天、庄周化蝶等经典元素融合，满足侠士对浪漫武侠的想象。为了让侠士能够畅爽体验全新轻功，4月25日服务器维护后至5月9日服务器维护前，侠士完成大战系列日常任务后，还将额外获得限时药品淬骨丹一枚，让你在轻功过程中降低气力值消耗，尽情体验飞天的感觉。本次壮志凌云版本还将开放天策、万花、纯阳、七秀、少林、藏剑、五毒七大门派的专属跟宠，每个门派各有五只，憨态可掬，性格各异，所有跟宠皆为本门派独有，侠士需要完成一系列门派隐藏任务方有机会获取。延续剑网三一贯彩蛋扎堆的特性，每一只跟宠在造型和装扮上都充满亮点，背后还有诸多剧情故事等待侠士去细细探索。作为阵营侠士继14阶之后的终极追求，壮志凌云版本将首次开放以阵营领袖命名打造的稀世戒指橙色品质领袖之戒，不仅亮点多多，背景丰富，更能为阵营侠士带来惊人的属性收益。侠士通过参与多种阵营活动及民间大会活动获取融会度，每积攒一定融会度后，领袖之戒将可随之突破升级，经过锤、暗、散、威、恶、宁、破、脆、华、灵十个阶段后，戒指将达到巅峰属性。不过侠士们也需注意哦，当新赛季开启后，领袖之戒将逐步失去灵力，最终退化回初始状态。对于现在还没有到达14阶的阵营侠士也无需担心，4月25日服务器维护后至5月30日服务器维护前，1至14阶战阶升级速度也将大幅提升，助力全民走向江湖巅峰。除了领袖之戒，对于高端 PVP 玩家还有一项更高的荣誉等待着你们的追求。剑网三首届竞技大师邀请赛即将于5月23日正式开赛，现已全面接手报名。本次赛事采用3-3分组淘汰赛形式，32支队伍捉对厮杀，除了海量通宝、专属挂件、专属称号奖励之外，优胜者更有机会获得 iPhone 6s Plus、iPad mini 4、小米9号平衡车等实物奖品。心动不如行动，赶快前往官网页面报名参赛吧。本次竞技大师邀请赛还将进行全程赛事直播，欢迎各位小伙伴保持关注。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本次赛事选拔，4月25日服务器维护后至5月30日服务器维护前，游戏内所有民舰队队伍中的侠士每周将额外获得5场精英赛资格，方便大家快速提升段位，尽情享受民舰大会带来的游戏体验。本次壮志凌云版本也将揭开收复东都洛阳的全新历史进程，一系列武林事件将在乱世中的洛阳城悄然展开，众多与当今江湖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神秘人物将纷纷走上江湖舞台。除了一些将与大家初次见面的新面孔之外，一位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也将首次展现出其神秘复杂的身世和为人所不熟知的另一面。全新声望永安行也将携一批高品质 PVE 装备大家见面，除了新剧情声望外，永王行宫团队秘境也将再次为大家送出福利，除10人挑战模式、25人挑战模式秘境难度进一步削减之外，4月25日服务器维护后至5月9日服务器维护前，永王行宫花月别院、仙侣庭园团队秘境所有秘境模式首领在被侠士击败后，都将额外掉落一件装备奖励。祝各位侠士更快武装到牙齿，早日为收复东都做好准备。以上是4月28日壮志凌云版本的主要更新内容，接下来又到了令人激动的大唐翻身兽时间了。在天空自由翱翔的那一刻，心灵仿佛也在瞬间绽放，这一刻我的心情自然是极好的。哎，快看快看，天上怎么飞了一颗大葱？大葱啊！
清光 2.0 时代，人人都在天空自由翱翔，没有一身仙气非凡、亮丽绝伦的外装，你又怎么好意思在空中和别人打招呼呢？下面向大家隆重介绍全新特效外装兰亭青罗，精致风范搭配优雅花藤点缀、华丽暗纹与金丝束腰，彰显身份不凡。男款纵逸潇洒，女款仙气十足，正是追求生活格调之人的不二选择。另一款特效外装九壤垂铃，则以劲装设计为主，精致修身上衣，独特臂部铠甲设计，再加以各式靴型，整套外装干练简洁，动感十足。穿着它翱翔于九天之上，感觉整个人都更轻了。全新蝶翼主题金发灿月蝶心已经出场，必将牢牢锁住你的双眼。精致金色发饰配以纱织蝴蝶展翅装扮，整个发型文雅贤淑，令你仙气十足。除了以上限时销售装扮，四月的主题外装也别具风格，潇湘云水精选经典古风儒家元素，以君子如玉为主题，外形飘逸，布料轻柔有垂坠感，从饰品到布料均精心选用，从而突出侠士自身的君子气质。重雀锦色则着重于呈现古代帝王风范，以宫廷帝后为主题，款式端庄华贵，衣饰纹路龙凤呈祥，城男城女款均有扳指戒指搭配，更添一丝贵气。好了，本期更新日志播报完毕，提前祝各位侠士假日愉快，江湖路远，我们有缘再会。